讲钱，阮比你济；讲人，恁爸嘛比你较大阵啦。不是。这是台湾两大黑帮顶庄与大桥头的百人大战，而他们的恩怨早在几年前就被埋下。三年前，顶庄和后巷两大黑帮展开激烈火拼，虽然顶庄派出了五虎上将，但是后巷也不是吃素的。双方激烈大战几十回合，几个兄弟身上多多少少都挂了彩，甚至顶庄还上了一个五虎上将阿雄。阿雄为了掩护受伤的青峰逃走，被赶来的警察抓了个正着。就这样，他锒铛入狱三年。三年后，阿雄出狱，而接他的只有当年五虎之一的阿华。通过阿华，他才知道这三年间风云转换，青峰已经做到了顶庄大佬名下第二人，也是所有人公认的顶庄接班人。今天他正带着其他人和后巷的老大谈生意，而青峰的底气就是跟着一起过来的百十来号小弟。而在阿雄出狱后不久，台湾大帮派之一的大桥头老大意外去世。根据传统，如果是有头有脸的黑道老大去世，其他的帮派甚至是警方都会亲自到场进行吊唁。而大桥头丧礼的主理人正是从美国紧急赶回来的麦克。作为老大唯一的儿子，麦克准备接手大桥头这个势力，可是却不想被叔叔率先制止，说着办完丧事就让他回美国继续读书。而麦克虽然长得人模狗样，但是心眼极小，是个有仇必报的家伙。面对叔叔时，他卑躬屈膝，可是一旦等叔叔转过身，他就直接用刀刺入了亲人的胸膛。这就是黑道，没有亲情，只有利益。可是顶庄却与这些相反，他们非常注重感情。为了给刚出狱的阿雄做脸，作为老大的用嗓带着老婆凤姐召集了所有有头有脸的小弟一起为他接风洗尘。甚至为了弥补阿雄这三年的牢狱之灾，用嗓决定把市场的管理权交给阿雄，说白了就是让他去收保护费。这里面的油水可是很足，这也不难看出用嗓很看重阿雄这个重情重义的人。而青峰与好兄弟再次见面，心中自然是有万句话要说。饭后，青峰单独和阿雄谈心，说着做兄弟的今天恭敬你，明天就会忘记你。这也正是贯穿本部电影的核心。对于阿雄来接替顶庄来收取保护费，市场上的商户们都很开心，因为阿雄这个孩子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和顶庄继续做传统黑帮产业链不同，新上任的麦克准备把他从美国学到的资本家那一套整合到黑道生意上来。就比如他有一块空地，正好在顶庄控制的市场旁边，所以他约谈警局高层杰叔，准备动一动顶庄这个难啃的骨头。如果可以，麦克希望最后能把黑道统一，把利益最大化。看着一沓沓的钞票，杰叔心动了，不过他还是劝说麦克，这里不是漂亮国，老一辈的传统还是要遵守。说着还拍了拍麦克的肩膀。可是野心勃勃想要一展宏图的麦克又怎么会甘心？而这些暗潮汹涌还在假释的阿雄全然不知，他此时正帮着阿婆逃避着城管的追逐，准备逃到之前管辖的地方躲一躲。可是却不想三年过去，这里已经被大桥头接管，对方的小弟要他交纳过门费才能进去。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阿雄咬着牙把钱拍在对方的肩膀上，然后带着阿婆进去躲避。晚上顶庄五虎准备小聚，和他们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小磊也在。看到小磊，阿雄眼神先是亮了一瞬，然后立刻躲避看向别处。而小磊看到阿雄眼神躲闪，目光中也带着失落。小磊喜欢阿雄，而青峰喜欢小磊，这在几人中已不是秘密。为了兄弟的情谊，阿雄一直在逃避着小磊的感情。眼看着聚餐氛围陷入尴尬期，还没等其他人想些什么话题来缓解一下，就被小弟通知有人砸了顶庄的场子。原来这帮动手的人正是大桥头的喽啰们。得知自己的厂子被砸，其他人立刻整装待发，准备去看看是怎么个事儿。看到阿雄也想去，兄弟们立刻劝他稳住，因为阿雄现在还在假释期，不能出事。于是就有了开头百人火拼的场面，两大帮派在街头厮杀，却有人想要黄雀在后，而这个黄雀就是另一大帮派后巷。趁着双方人手空虚，后巷带着人闯进市场，准备代替顶庄收取保护费。原本是势在必得，要从顶庄这儿撕下一口肥肉，可是没成想，还没等后巷的人说什么，就被守在这里的阿雄用一把冰凉的杀猪刀抵在了那领头人肥腻的脖子之上。性命相关之下，原本雄赳赳的后巷之人只能灰溜溜的离开。看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后巷，商户们在后面热情地鼓起了掌。他们和顶庄合作了这么多年，自然是不想改换门庭。不久后，麦克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野心，背着杰叔悄悄约见了青峰。他向青峰说自己的未来规划，想着整合黑道势力后把这里打造成观光夜市一条街。麦克迫切地想要拉青峰下水，来达到迅速整合黑帮势力的目的。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找错了人，眼前这个青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背叛自己老大，损害周边商户利益的事情他做不出来。而两大帮派的百人火拼也彻底惊动了警局，没有办法，杰叔只能自己做东，邀请用嗓和麦克一起来商量协谈。用嗓不愿跟小屁孩计较，何况自己和大桥头的老当家也算熟知，却不想他的沉默却助长了麦克嚣张的气焰。麦克越说越跋扈，甚至说出了自己地盘这句妄想称霸的话。这气的杰叔直接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着你的地盘他的地盘，这他妈都是警局的地盘。由于麦克的嚣张，一场协商不欢而散。回去的用嗓来到市场，找到算命的，想让他为自己算一卦。而看着书写的有意的有字，摊位老板夸赞着用嗓，好话是不要钱的往外冒。直到永桑笑着离开摊位，那老板才垮下来脸，然后默默地把手挡在左上方。原本象征着好意头的有字，瞬间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反字。他还念叨着，看来的手底下要出现一个反贼了。而另一边，心情颇好的用嗓召集手底下几个得力干将，一起商量顶庄的未来发展。其他几人都想让用嗓同意观光夜市的建议，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可是用嗓想的确实，一旦重新整合市场，那受损失的肯定是里面合作多年的商户，他不想让这种场面发生。而就在这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透过玻璃打在用嗓身旁。这赤裸裸的刺杀行动激怒了用嗓，他叫来清风，让他去好好调查这件事。不过在五虎临走时，他却把阿雄单独留下，而这种事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一定是那个无法无天的麦克做的。于是清风直接带人堵截麦克，几个人在地下停车场展开小人数火拼。就在清风准备砍上麦克时，却不想对方出阴招，被麦克用枪顶住了头。难道他清风要失败了吗？就在这时，阿雄神兵天降，直接用砍刀拦住麦克脆弱的脖子。之后清风拿着手枪直接打伤了对方的小弟，说着你再继续，那么下一个就是你，然后带着人开车扬长而去。不过完成任务的清风并没有很开心，因为他在小弟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用嗓准备把下一任老大的位置传给阿雄。这样一直以接班人自居的清风心里很难受。这时麦克再次主动出击，这一次清风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这让麦克看到了突破的时机。而他有仇必报的小心眼也在此时发作，他把之前阿雄用刀劫持自己的仇恨转嫁到了阿华身上，让小弟直接把人套上麻袋，把阿华打成了植物人。阿雄看着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够醒来的兄弟，心中很是自责，他知道阿华是替自己受过。而麦克的行动还不止于此，他找到小磊的赌鬼父亲，承诺对方所有钱都不用还，自己还会给他一笔巨款，只要他帮自己做一件事。于是不久后，和用嗓一起的清风就接到了小磊父亲的电话，可是直到走了很久，清风都没有见到他，心中不妙的感觉越来越严重。再看到那畏畏缩缩含糊不清说辞的小磊父亲，以及那掉出来的手枪，清风感觉今天要变天。果不其然，在用嗓回到家后，就被五虎之一的阿凯用枪顶住了后脑勺，然后毙命于家中。好兄弟的叛变让清风难以接受，他发誓要为用嗓报仇。而阿雄这边被后巷的人找上来，制造了一场意外车祸，致使他的外婆去世。悲愤交加的阿雄直接一枪解决了后巷的人，兄弟三人再次集合，准备向大桥头的麦克报仇。他们计划在麦克为庆祝夜市的整合成功的庆功宴上展开刺杀行动。于是就在麦克在台上兴致高昂的演讲时，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肩膀。清风、阿雄、阿国三人独占大桥头所有小弟，他们每个人都身中数枪。而阿国为了让清风和阿雄去解决麦克，自己留下来断后。可是由于身中数枪，清风和阿雄都逐渐体力不支，受伤较轻的麦克直接拿起板砖，一下两下用力地砸向阿雄的脑袋。就在这时，清风奋力拿起利刃想要把麦克捅个对穿，却不想被麦克夺走，反手刺入了自己的身体。就在清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把手枪抵住了麦克的脖子，砰的一声，这场两大帮派的争斗终于落下了帷幕。兄弟二人为用嗓老大报了仇，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生命。这也正应了清风当时和阿雄说的话，做兄弟的今日恭敬你，明天就会忘记你。龙青队 Boss 给你那么多次，你为什么都一头不回啊？你那是在开小房的呢？那是走投无路呀，那真的。我告诉你，走投无路的。这个白毛之所以如此嚣张，感动北城的土皇帝憨春大哥，完全是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剑和会的人。他们两人一刀废了憨春，一人两枪弄死了对方所有的小弟，顿时整个北城在今晚就要换了皇帝的名讳。而白毛的老大是一个穿着绅士的帅大叔，也是一位兴起的大佬，名字叫做刘健。他让小弟递过来满满一袋子钱，想让这个北城的老大跟自己合作，一起做草药生意。
可是当惯了土皇帝的憨春大哥死死坚持着自己的傲气和傲骨，他不可能在别人手下卑躬屈膝的谋生，钱他一分都不会要，而且他也不相信刘健这个新生代大佬敢在自己的地盘搞死自己。面对着憨春的挑衅，刘健却并没有生气，反而视线在憨春的手下之间来回穿梭。在选好人选后，刘健打了一个电话，亲昵地和对方说，兄弟，刘健已经回来了，三年前对方没有拿下的地盘他如今已经帮着搞定。紧接着电话撂下，白毛风披跟着刘健的手势，视线缓缓下落，只见刘健大拇指落下的瞬间，曾经威震北城的憨春老大直接被推下了楼，砸在一辆车上，瞬间没有了声息。而不久前刘健选定的人则成了新任的北城老大，也就成了他刘健手底下的傀儡皇帝。而至于刚刚电话中说的那个人，则是刘健曾经的兄弟阿仁，那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狠人，之前为了抢夺憨哥的地盘直接带人劫持了憨春，阿仁更是二话不说两枪就给憨春大哥的屁股开了眼。就在吞并计划即将成功时，却被当时的老大打来电话，告诉他让他立刻停止吞并的行为。原来当时的老大和憨春有着交情，并把阿仁看作下一任接替者，他希望阿仁能够稳中求发展，打打杀杀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经过一番不太愉快的兄弟谈论，阿仁带着不太好的心情见到了几年前的刘健。二人刚想好好叙叙旧，却不想刘健立刻变脸，直接拿着枪指着好朋友阿仁，这可让阿仁昏了头，大声质问着，兄弟你要搞什么？而刘健二话不说，直接朝天空开了几枪，把条子都吸引了过来，说着他要进去苦窑修行，今天找阿仁来只是想和他打声招呼，告诉他一声，等到自己进修结束，他刘健就会拿到全台北的地盘，到时候会回来再找兄弟的。这正是竹联帮老大传下来的监狱进修法。于是这几枪直接把刘健送进了监狱三年，出来后他以强硬的势头硬生生终结了北城老大憨春的生命。而在憨春大哥的葬礼上，刘健也没有缺席，甚至还假模假样的送上一笔慰问金给了憨春大哥的家人。而在葬礼上，阿仁看着曾经的兄弟有点认不出来他的面孔，而刘健却心潮澎湃，他盛情邀请自己曾经的兄弟一起看看现在自己的势力。于是在几辆跑车开道下，刘健阿仁两个好兄弟来到了一家废弃仓库，里面堆满了好几仓库的箱子，里面满满都是违禁枪械。刘健向着兄弟解释，这里面的货零零散散加起来差不多有8亿，至于怎么售卖，刘健就想要靠阿仁的厂子来分散发售。可是他想不到阿仁这几年被老大规训得越来越传统，一心想着做着传统黑道买卖，并不想和刘健合作。而刘健也没有生气，毕竟是自己的好朋友，买卖不成仁义在，说着就要拉人一起去吃饭。阿仁对这些没兴趣，却不想他手底下的阿超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来钱更快的生意让他双眼放光。于是他起了小心思，自己老大阿仁不做，那他就去帮着赚点外快。于是阿超自己私底下联络了刘健，可是却不想这一次私自行动，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之路。只见刘健叫了阿超一声，话音刚落，身后的白毛就抄起一尊雕像直接砸中了阿超的后脑，紧接着一下两下不停地砸着阿超脆弱的脑袋。之后刘健给阿仁打去电话，阿仁为了救陪伴自己时间最久的兄弟，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小弟来到约定地点准备救人。可是对方明显起了愚弄的心思，愣是把持着半死不活的阿超不放，还要阿仁陪自己唱歌。一首歌曲终了，刘健这才提起阿超，说着阿仁手下背着老大出来买药，所以自己才会替他教训了一下。这一番话听得阿仁心里怒气沸腾，可是自己的小弟到了对方手里，自己又能如何，只能忍下胸中这口气带着阿超离开罢了。却不想刘健并没有让阿仁顺利的离开，同为角头，阿仁可不习惯等另一个，就招呼着兄弟准备离开。于是双方带来的小弟就在场馆里面展开了激烈火拼，混战之下就连角头阿仁都挨了好几下，可是他还要照顾着半死不活的阿超。于是在行动受限的情况下，阿仁遭受了几下黑棍。就在这时，那风披白毛拿出藏好的手枪准备解决这个土皇帝，而阿超为了掩护老大离开，直接堵在了白毛枪口上，而白毛就像杀红了眼，看着有人堵枪直接好几发下去，顿时阿超就被打成了蜂窝煤，最后倒在池塘中咽了最后一口气。阿超不比别人，那是陪自己最久的兄弟之一，退回去的阿仁心中越想越气，干脆召集所有小弟准备和刘健一决生死。就在关键时刻，顶头老大的电话再次响起，依旧是那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言论。可是阿仁这次不想忍，阿超是陪伴自己时间最久的兄弟之一，可是奈何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让其他小弟都愤愤不平。而阿仁在左思右想后，直接撇下四个大字，处理干净，手下立刻明白了这四个字中蕴含的意思。于是曾经陪伴阿仁最久的五个兄弟
剩余的四个为阿超举行了小型的祭典，然后在一个夜晚，他们四人准备充分，开始围堵白毛的兰博基尼。皇天不负有心人，很快白毛的车辆就出现在会所门前。在苦等几小时后，一脸玩嗨了的白毛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个雨夜会成为自己的最后一天。只见四个兄弟从不同方位拿着砍刀冲上前，利落地解决了几只小混混，然后像疯了一样冲上去，不断地捅着白毛的身躯。很快白毛就被捅成了血窟窿，最后横死街头。而白毛与阿超的惨死直接激化了阿仁与刘健双方的仇恨，于是今天不是你砸了我的，明天就是我为了报仇砸了你的场子，最后更是直接演变成好几百人的街头火拼。两条生命积攒下来的仇恨让对方杀红了眼。而与此同时，刘健手底下的一个小辫子出其不意地绑走了原本五兄弟之一的胖子，希望策反他成为自己的钉子好暗杀阿仁，却不想胖子誓死不从，最后被活生生烧死在油桶之内。而为了更好地震慑阿仁，小辫子直接把胖子的尸体摆在了北城门口。兄弟接二连三的惨死让阿仁精神紧绷，而就在这时，警察局的局长找到他，希望阿仁彻底停止报复行动。几百人的火拼已经不是简简单单能够掩盖过去的，再闹大下去谁也保不了他们。于是阿仁为了给胖子报仇，只能选择暗杀，让兄弟几人一起选签，抽到生死签的人就去暗杀刘健，来解决这场血雨腥风。很快小胡子宗宝就抽到了生死签，他有潘帅陪着来到刘健下榻的会所，可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天黑，他都没有看到宗宝的人影。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呼喊，竟然是刘健。对方潇洒地离开，还留下几个小弟对付潘帅。为了自保，潘帅拿着手枪在监控下击杀了对方一个小弟，然后开着面包车仓皇逃走。俗话说，监控下面杀人最起码20年，不得已阿仁只能安排潘帅远离台湾，远赴珠海。而刚送走潘帅的阿庆，一转头就接到了之前刺杀刘健的宗宝电话。见了面，他才知道那天宗宝没有选择刺杀刘健，因为太过害怕，反而选择临阵脱逃，这让阿庆很生气。可是自己又对这个兄弟能做什么呢？如今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二人还在，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而这时，一直压在二人头上的老大准备下场调停，却不想刘健根本不给面子，还说着他已经老了，就应该放权给手下，就别管那么多了。尽管被如此讽刺，老大还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场纷争。夜晚，老大跟阿庆谈话，说自己有这么多小弟是为了吃饭，而不是希望这些小弟为自己送命。说着说着情绪激动，回到家的老大犯起了心脏病。阿庆慌张地准备找药给老大吃下，可是就在这时，一道恶魔的低语在脑海中响起，如果没有老大，自己的大哥阿仁是不是就可以自由发挥。于是鬼使神差下，阿庆缓缓地放下了水杯，目送着老大归天。于是看到这一切的阿仁瞬间明白了阿庆为了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小弟全是为了自己，他又能过多苛责什么呢？可是没想到，二人刚刚为老大举办了葬礼，转眼就收到了兄弟死亡的讯息，两封信同时来到了阿庆和阿仁的手上。送信人是已经跑路的潘帅，信中说潘帅这几年一直被孤独围绕，最终选择了跳楼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而最后一个兄弟的惨死让阿仁下定决心，他要亲手解决这一切。于是当晚，阿仁学着关公单刀赴会，两个好朋友再一次吃起了从前经常点的卤肉饭。谈笑间，刘健告诉阿仁自己也只是个棋子，他眼睛含着热泪，说着自己花了大把的钱，但最后却还成为了别人手里的枪。就在这时，小辫子出现，告诉刘健老大要找他。而在刘健走后，其他留下的小弟想要解决阿仁。就在这时，阿庆带着小弟及时赶到，一枪两枪，很快在火力的压制下，小辫子留下的人被通通解决。而见到老大的刘健，听说对方想要终止对自己的扶持，立刻亮出自己的獠牙，命令小辫子开枪解决老大。而枪声如他希望的那样响起，可是随着枪声响起，刘健却莫名感到一阵剧痛，原来这把枪打在了他自己身上。这就是作为棋子的悲哀。后为了给警察交代，阿庆等人进了监狱坐牢。在此之后，阿仁再也没有见过刘健，他不知道刘健已经死在了自己日渐扩张的野心之下。或许这就是一代棋子的悲歌吧。谁来？我人比一改两改绝对没有第三改。说话的是北管二把手人哥，而男人之所以敢在人哥手里如此猖狂，完全是因为他是南坑角头大佬霸董的上门女婿，而世界那不安分的心从很久之前就已经萌芽。不久之前是北管二把手人哥孩子的满月宴，各大势力纷纷亲自下场送上礼物，这其中就包括南坑角头霸董，还有他的女儿10亿元，以及上门女婿世界。而这次会面，
表面上是参加人哥孩子的满月宴，实际上是敲定一笔十几亿工程的利润分化。原本三位大佬已经划分好了利润，可是第一次出席这种会议的上门女婿事件，就想展露一下风头，于是不通知霸董和妻子，当场就说出了对工程划分的不满，说着北管和北城拿走了房地产工程利润最大的部分，南坑却只得到了土方和便利店等边角项目，言语间都是北管吃肉要南坑喝汤的不满。一瞬间宴席上气氛凝滞，霸董和十亿元纷纷冷下脸来，他们对世界如此不看场合的发难很是不满，最后还是霸董亲自下场劝和，才缓解了冷凝的气氛，这也为后面霸董买凶杀人的缘由埋下了伏笔。在他眼中，世界就是一条扑上门的狗，一条狗居然要让自己拉下脸来赔礼道歉，那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人忧愁就有人欢喜，比如五虎上将的阿庆，就在这场庆典中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那是一个不同传统长发美女的异类，一个可爱的短发少女小琪闯进了阿庆的生活。因为意外，小琪绝版的摄像头被阿庆刮花，这让讲道理的阿庆心中很是内疚，于是当天他就买了全新的镜头，在第二天来到小琪工作的地方，装作不经意的想要送给她做补偿，可是阿庆这种直男补偿的方式在小琪眼里就是高高在上的施舍，于是自尊心颇强的小琪拒绝了阿庆的补偿。但是小琪想不到不久后自己就会和阿庆再次产生交集，这天他正在北馆附近拍摄婚纱照，突然遭遇到一群小混混的洗劫，要他们缴纳保护费，同事深知混混的不好惹，于是拿出钱想要息事宁人，小琪拧不过强势的混混只能低头。而等到拍摄结束，小琪偶然间发现阿庆正在教训那些抢自己钱的混混，于是气从胆边生，他壮着胆子质问阿庆是不是和这些人是一伙的，说完还抢走了之前自己被抢劫的钱。而阿庆也解释了，由于北馆要拆迁，这些心思逐渐大了的混混开始耍些小聪明，自己是过来教训他们的。而看着愤愤离开的小琪，直男阿庆再次开启追击之路，化身保镖保护着小琪在北馆的拍摄进程。而在阿庆一天天的保护下，工程的剪彩仪式也逐渐临近。这天作为二把手的人哥坐镇开幕仪式，南坑来的人则是霸董的女儿十亿元和上门女婿世界。这小子上一次还没有学乖，这次霸董不在，他又要抢妻子的风头，只能说学不乖的男人最终只配挂在墙上。只见世界吊儿郎当地说着，钱都被你们赚去了，自己南坑的人站在中间也是合情合理。此话一出，差点激起双方小弟的争斗，还好人哥及时发话，他告诫世界，自己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也知道别人敬自己一尺，自己还他人一丈。最后十亿元也出来打圆场，还有当地警局局长坐镇，开幕仪式才得以进行。而在双方小弟的见证下，世界再次喜提被女人训斥的待遇，心中极度狭隘的男人准备开始报复这些身份比他高贵的人物。于是在手下的搜罗下，世界找到了两员猛将，一个是专攻白粉销路的光头，另一个则更是重量级，你绝对无法把眼前这个戴眼镜的乖乖男形象和日后的疯批白毛联系到一起。没错，这就是黑化前的白毛，如今他已经是药王，一手出神入化的制作面粉的手艺无人能比。这就是世界最简单的计划，利用面粉打击北馆的势力。于是制作好计划的二人当晚就进入到北馆所管辖的夜场中，利用便利店给的便利，逐渐把面粉扩散到夜场的角落中。而随着腐化越来越严重，惊动了警察局局长，局长立刻亲身面见北馆贵董，要他们去查一查面粉生意。虽然局长知道北馆一向不做面粉的生意，但是如今人心动荡，还是彻查一下比较好。不同于北馆这边的暗潮汹涌，阿庆的感情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经过小琪同事和宗宝的插科打诨，双方都了解到对方和自己差不多的经历。阿庆和宗宝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小琪的父母则对他进行赡养，一个人在台湾长大也相当于是一个孤儿，这让阿庆对眼前的短发女孩又心动又心疼。于是第二天他又来工作的地方找小琪，却得知对方生病请假了没有来。由于阿庆不知道小琪的详细住址，他只能笨拙的大范围搜索，一家一家的敲门，不过好在最终还是找到了小琪。在打了退烧针后，阿庆背着小琪一步步往家里走，二人的感情也在这朴实无华的接触中逐渐升温。这天阿庆原本打算带着小琪去北馆散心，却正好遇到了老大人哥，于是一伙人结伴来到厂子里面玩耍。也就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远道而来的艾伦，艾伦的父亲和人哥是换铁兄弟。就这样阿庆和艾伦也正式熟络。没过一会儿，原本热闹的厂子因为世界的到来而瞬间冷却，这也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再次被人哥教育的世界怀恨在心，但是他不敢对人哥下手，于是安排光头带着小弟围堵阿庆。看着来势汹汹的敌人，阿庆立刻让小琪躲在一旁，然后自己一人战群狼，
好在不久后阿超和胖子也纷纷赶到，甚至宗宝直接从桥上一跃而下加入战场。很快在五虎上将的清剿下，那帮土鸡瓦狗开始分崩离析。解决完那帮不入流的小喽啰，阿庆开始关心小齐有没有被吓到，而小齐看着受伤的男人，焦急地拉着他准备去医院，却不想阿庆回到家中熟练地拆开纱布为自己上药止血。看着如此娴熟的手法，小齐明白对方肯定不是第一次受伤，于是心中更加恐惧。他害怕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避风港会有随时崩塌的风险。这一番深情告白让阿庆动摇不已，他知道自己作为黑道的人，两只脚踩的地方都不是人间，一只脚在监狱，一只脚在鬼门关，运气好会去监狱，运气不好就要下去见阎王。没办法，他只能先安慰住小齐。而就在这时，警察局长找到南坑的老大，开始试探其面粉生意，这让上门女婿世界很不满意，说这是北馆的面粉问题。局长找南坑是什么意思？局长很看不上这个乱叫的恶犬，看都不看他，转头向着霸董解释，自己只是提醒他们最好安排人查一下。被如此无视，让本就阴暗的世界内心开始扭曲，他不顾一切的想要找北馆的麻烦。于是当晚北馆的夜场就发生了意外事故，一个女性顾客由于吸食过多面粉而死在了夜场里。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影响很恶劣，警方通过层层筛查发现面粉的来源为北馆的一处工程，而这些都是世界在暗中操盘。看到这则消息，世界原本阴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仁哥获得警局局长透露的消息，立刻安排阿庆去调查，通过层层筛选还真被阿庆发现了蛛丝马迹。一辆来自南坑的车辆非常可疑，而阿庆这个直脑子竟然冒冒失失的上门去找世界理论，这种打草惊蛇的行为让仁哥很是头疼。尽管最终没被找出什么线索，但是世界依旧容不下阿庆，于是他要光头暗杀阿庆，而他心中那股无名火烧到了旁边一脸无辜的白毛身上，这也为日后对方的黑话埋下了伏笔。阿庆和小齐在街边压马路，下一秒就遭到了光头的埋伏。阿庆先是后腰被捅了一刀，然后在被群殴的情况下再次身中数刀，就连小齐也被牵连打到昏迷不醒，好在远处有警方巡逻，这才没有被光头得手。这也让阿庆明白自己和小齐不是一路人，是时候放手了，这样对小齐才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光头那几刀之仇，自己是一定要报的。于是在五虎上将的合力下，光头很快就被抓到。而此时作为二把手的仁哥也出现在场上，经过疼痛的洗礼，光头最终还是被撬开了那牢固的嘴巴，他道出了背后指使之人就是南坑的上门女婿世界。而失去利用价值的光头，在得罪狠了阿庆的前提下，下场自然好不到哪去。在解决了光头后，阿庆开始带人直面世界这个恶心玩意。只见在一幢大楼里不断有枪声传来，很快世界就被逼至角落，最后只能狼狈地跳窗逃生。原本世界还有一线生机，奈何自己之前做大死压制白毛压制得太狠，这导致白毛彻底黑化，几枪下去直接把世界打成了筛子。而白毛标志性的驼背也在此刻出现，彻底疯魔的白毛被赶来的艾伦等人控制。原来艾伦也是接到了任务，他们的目标也是暗杀世界，而下达这个任务的人正是世界的岳父霸董。他不能忍受有一只不知深浅的狗养在自己的院子里到处惹麻烦，而阿庆追出来看到的就是已经气绝身亡的世界，惹出了人命，阿庆只能远赴他乡暂避风头。这也是无数混混的真实写照，随时随地都要做好漂泊他乡的准备。而世界的死亡也造就了两个关键性人物，分别是角头二中刘健背后的老板娘，以及刘健手下头号封屁白毛。十亿元就是刘健背后的老板娘，他准备完成霸董统一黑道的梦想，可是在黑道这种有今天没明天的决斗中，谁又能确保自己是笑到最后的王者呢？男人只是帮好朋友送趟遗物，却撞见灭门惨案，30多口无一生还。为了给好友报仇，男人化名小黑留在哈尔滨，经过长时间的潜伏，好友一家的灭门案和当地最大地头蛇李家有关。这几个月来，小黑由里到外的把李家调查了个底朝天，作为哈尔滨商会的会长，这老李家可谓是只手遮天。而这个李会长也知道爱惜自己的羽毛，尽管他为了商业帝国能够顺利发展做了不少亏心事，但是没有一件事真正意义上和他有牵连，那些事情基本都是通过他最信任的手下方脸哥来完成。所以这位大兄弟也成了哈尔滨的黑道王者，手下能干的人有好几十个。所以小黑想要复仇，首先就要解决方脸哥这个心腹，可是自己单枪匹马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方脸哥，而小黑也不是激进的人，既然短时间内没有机会，那自己就放长线钓大鱼。于是时间来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北地区被苏联暂时接管，而这时小黑已经混入方脸哥集团，成为了手下的一名打手。
而小黑亲近对方的机会也在这时出现。趁着小日本投降，新政府未诞生之际，整个东北可以说是混乱不堪，甚至平民之中涌现出一股名为枪手的势力，专门对抗哈尔滨城市之中的黑恶势力。而枪手的头目老白则成了方脸哥的心头大患。于是小黑的考验来临了。这天方脸哥交给小黑一个任务，那就是去城外的裁缝铺解决掉老白这个心头大患。对于这样的平民英雄，小黑实在是下不去手，可是他为了得到方脸哥的信任，又不得不走这一趟。老白看得出小黑的纠结，索性他也不反抗，他心甘情愿的赴死，用自己年迈的生命换取方脸哥的信任，这笔买卖在老白心里很值得。而老白也把方家惨案的一部分真相告诉了小黑。根据他的调查，方家30口灭门案确实和李家商会有关，并告诉小黑自己有一位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大家都叫他小眼镜，他也在追查那30口灭门惨案，并准备通过报社发表文章揭露黑案。有了老白的这个投名状，表面上小黑已经成了方脸哥最信任的手下，而实际上他已经偷偷和小眼镜见了面，准备两方联合击垮李家商会。而李家能屹立哈尔滨这么多年，自然也是有脑子的，他们想把有能力的小黑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于是打出感情牌，把远房表妹小美嫁给了小黑。小黑没有拒绝，小美则是没有拒绝的权利。婚姻完成后，二人就像合租的室友一样相敬如宾，在家基本上都碰不到一次面，而说话的时候则更少。不过目前的相处模式他们都很满意。而有了小黑的帮助，方脸哥在哈尔滨的地下势力越扩越大，逐渐吞并了其他几个帮派，慢慢的整个地下王国都成了他的一言堂。小黑看着方脸哥走上高位，心里计划着如何把他踹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那就是从山上走下来的大胡子。这群土匪占山为王，算下来也有小5000人，所以就算是王叔这样的老牌大佬，也要给他一点颜面。而此刻大胡子下山，为的不是做个造型这么简单，他想挤进已经成型的哈尔滨商业版图，从里面分一口饭吃。而作为山莽土匪，大胡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求人，甚至在王叔这里砸死了一个人。王叔纵横江湖多年，也没见过如此凶狠的人，所以他答应帮忙引荐，这才送走了这尊怒目金刚。之后王叔找到李会长，把大胡子的情况详细复述了一遍。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开一场迎新会议，可是会议还没有召开，李会长就接到一则噩耗，自己的儿子小油头回来了，他安排方脸哥去迎接。而要说小油头回来后谁最不愿意，李会长排第二，那方脸哥就能排第一。小油头气势汹汹的归来，首要目标肯定是要取代自己，可是即便心里再不爽，李会长的任务还是要完成。可是他刚到火车站迎接，就遇到了枪战，那些枪手的目标赫然就是小油头。好在小黑临危不乱，在枪林弹雨中把小油头强行带出，这种沉稳的能人一下就击中了小少爷的心，心里正谋划着怎么把小黑变成自己的人。而就在这时，方脸哥也换上笑面虎面具，微笑着和最大的竞争对手共饮酒水，表面上的平和之下隐藏着的是暗流汹涌。方脸哥不怀好意地带着小少爷出席欢迎大胡子的商业会议，作为会议的主角，大胡子说了自己的要求，他一张口就彻底让整个会议的气氛走向冰点，因为他要的实在是太多了，其中不仅有利润最大的赌场，还有一直盈利长盛不衰的钻石行，而这两家行业正好都在李会长的名下。作为太子的小油头自然不同意，可是没想到那大胡子嚣张至此，直接把枪抵住了太子爷的脑袋，同时警告在场所有人，外面已经埋伏了狙击手，最好同意自己的要求，不然在场所有人都得死。可惜方脸哥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小黑已经事先解决了狙击手，为了表明自己得手，他还精准地打飞了大胡子手里的枪。随着枪声响起，双方的小弟开始火拼，而屋里面的大胡子也不甘示弱，直接拿出2枚手榴弹说要同归于尽。这时候何事老站了出来，一方有枪一方有人，不如这事以后再议。回到家的小油头越想越气，他询问刚要到身边的小黑，如果有人把枪抵住自己的脑袋，他会怎么做，铿锵有力的弄死他3个字一出口，小油头立刻有了决定。于是他找到王叔，把大胡子诱拐到他的理发店，一刀下去果断了结了对方。而王叔也是在大胡子死后才得知这并不是李会长的主意，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现在只能尽力去解决。获得短暂休息的小黑拿上礼物，准备去给小眼镜的女儿过生日，可是一进门就感觉到不对劲，浓浓的硝烟味让他觉得不妙。果不其然，除了受伤较轻的小儿子以外，一家三口已经遇害。原来就在刚刚，小眼镜整理好了新闻稿，准备通过主编发布，可是他没想过主编是李会长的人。看着手上洋洋洒洒的文章，会长深吸一口烟，安排手下得力杀手出去解决。而这时小黑也想到从巷子口遇到的那个男人，小黑想不到的是
自己和他的下一次见面这么快就来临了。这是一场酒会，小黑跟着小油头出席。在饭局上，他认出了枪手，枪手之前在警局工作，他也认出了小黑的身份。于是他把小黑的身份告诉给三哥，三哥立刻想要通知李会长，让他小心小黑。可是电话还没有拨出去，小黑就先下手为强，直接送走了三哥，之后一路追赶着枪手，二人枪法相近，最后还是枪手依托熟知地形的便利成功逃走。可是从小黑手上逃走的枪手转眼就落入方脸哥手里，而小黑也被方脸哥抓走，让感觉被挑衅的小油头非常不爽，于是带着人来到废弃仓库和方脸哥火拼。期间挣脱束缚的小黑一路追赶，二人在工厂里扭打不休，最后方脸哥一个不慎从高处坠落，而方脸哥的手中势力被小油头接管。大胡子的弟弟小胡子从山上赶来，他利用哥哥的死向李会长索要赔偿，更要杀人凶手的命。而当初杀害大胡子的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小油头、王叔和小黑，所以小黑当仁不让的成了替罪羊。可引颈救戮不是他的作风，于是他故意卖小胡子一个好处，让他去找小油头的麻烦。原来小油头又要被送走了，李会长不想让一个拖油瓶在自己身边，而小胡子则带人一起走上了小油头的火车，双方在车厢内发生火拼，最后还是小胡子火力占了上风。就在他要为哥哥报仇时，就被身后的一个老人家偷袭，来人正是王叔。原来他是不想让李会长绝后，毕竟他对自己不薄。随着小胡子的死，土匪在哈尔滨的势力被连根拔起。这时李会长也知道被当作祭品的小黑没有死，杀疯了的他立刻安排杀手老马前去把一家子都解决，就连表妹也不放。于是小黑立刻让小美带着孩子乘坐火车离开，而自己则去和李会长算算账。于是在老马离开后不久，小黑单枪匹马地闯进李会长办公室，直接一枪废了他，并追问方家三十口灭门案是不是他做的。李会长好像不记得这件事，但是他却一口应承下来，说都是自己做的。而这么干脆的承认反而让小黑觉得狐疑，此刻他明白当年做这件事的应该是李会长的儿子小油头，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所以他才被送出了国。就在这时，小油头冲了回来，小黑和他发生激烈枪战，最后假装不敌倒地不起，而看着过来解救自己的孩子，李会长觉得他真的长大了。下一秒，腹中的剧痛告诉他，自己真的是想多了，射杀了自己的亲爹。小油头陷入癫狂，说着这世道该由年轻人来主宰了。就在他大喜之时，小黑解除假死状态，直接两枪送走了这个罪魁祸首。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吗？小黑拖着受伤的身体，白着脸色向着小美坐的火车走去，却在火车边发现了李会长的杀手老马。根据李会长的要求，老马率先动手，要把小黑一家留在哈尔滨。锋利的刀尖刺入小黑的腹部，而小黑也爆发出最后一搏，把老马永远的留在了列车外。而他和小美此刻就隔着一层铁皮，可是小黑已经没有力气翻越这层障碍了，他留在了没有小美的哈尔滨。眼前的男人已经快20年没玩过这么刺激的近身搏斗了，前一秒他还对着黑帮老大说别犯法，紧接着下一秒直接掏出飞刀将黑帮老大小弟的腿砍断。男人名叫李红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彩旗飘飘，屹立不倒。他其实是滨州的一个普通刑警，但他对违法与犯罪的事情绝不姑息。今天李红旗在相亲了 N 次后，来到了最后一个相亲对象面前，眼前的女人名叫小优，先是一通数落李红旗不准时，随后还不小心将果汁打翻。当红旗准备帮他擦干净的时候，却发现了他胳膊上的针孔和脖子上的淤青。李红旗刚要开口询问，外面突然传来了车喇叭的声音。小优看着窗外，刚走到门外就被一个地痞流氓一把抓住头发连扇耳光，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只见男人越发放肆，还问小优是不是背着自己去接私活。看着小优无动于衷的样子，男人正要上去给小优一拳，谁知背后的李红旗先是给了男人一记后勾拳，随后就是一顿暴揍，男子被揍得连连求饶，临走前还不忘放下狠话。看着被男人带走的小优，红旗还是不放心，于是尾随在车后。看见他们进了一家高档的会所，但刚进会所他就被一群黑衣男子拖到角落里，随后刚刚被打的男人出来叫嚣。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会所的经理来了，男人名叫十八，原来是李红旗的发小之一，只不过后来因为家庭变故，两人就再没有联系。十八让小弟给李红旗道歉，并说自己明天组了一个剧，都是些老朋友，希望李红旗也来。酒桌上大家说十八混得真好，而一提到李红旗则话锋一变，老白直接甩起了脸子，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年他们求红旗办事，而李红旗总是说不行，所以有些人早就对他这种不近人情感到厌恶。看到这，红旗也知道自己别自讨没趣了，就准备买单离开。可这顿饭却不便宜，一听要11040元，李红旗都懵了。
幸好十八来了，和他说自己已经买过单了，临走前还对红旗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认识认识自己的朋友，这样对他也有好处。其实李红旗也对十八如今的变化颇为好奇，他也想知道他最近这些年都结交了什么朋友，于是说没问题。第二天夜里，李红旗来到了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这里的人全都在疯狂地撒钱跳舞。随后他跟着十八走进一个豪华的包厢，看到一群人在玩打四角，他轻松上手就赢了十万。看着眼前的钱，李红旗摸了摸嘴说道，你这是聚众赌博呀。此话一出，瞬间刺激了在场所有人的神经，尤其是当他们知道红旗是警察后，包厢内的气氛变得更为紧张。十八赶紧打圆场，把在场的几个大佬介绍给李红旗。李红旗的不屑一顾倒是引起了一名叫红姐的大姐大的兴趣，她调侃着说，一个月4000块的工资还不如跟自己干，自己可以给她开3万。但红旗却说自己除了抓贼其他什么都不会，随后便转身离开。这时其中的一个大佬叫住了他，问他这里有好东西要不要看一看。接着一排年轻的女孩走了进来，刚刚的男人问站在 C 位的女人，你结婚了吗？女人回应说是的，他说我给你20万你就跟我走。接着两沓钞票被他扔在了地上，但女人没有接受，还说自己以为是在招募演员才来的。正当女人要转身离开时，男人立马把价码直接涨到了100万。女人放慢了步伐，然后叫来了自己的丈夫。男人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你的妻子现在是我的人了，你可以滚了。李红旗问马哥，你想做什么？马哥不屑一顾地说，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此时红旗忽然想起了那对跳楼自杀的艺人夫妇，难道他们的死另有隐情？就在几个月前的一处破楼下，警方接到电话说，一对夫妻双双跳楼，经过抢救，丈夫救治无效身亡，妻子虽然保住了生命，却沦为了植物人。随后夫妻俩生前的老板滨江黑老大镇三江也罕见露面，只不过他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女人是不是真的成了植物人。随后他拿起电话便向另一头开始汇报情况，原来夫妻俩生前曾是演员，一天妻子看见有人在招募演员，给的钱也特别多，于是二话没说就报了名。然而殊不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镇三江先让女人在台上表演，实则是让她引诱自己的上级，然后他再把女人当作礼物送给大哥。可惜女人的丈夫发现了此事，知道妻子受辱后拿着刀就想要冲向大哥寻仇，但奈何他根本不是大哥的对手，换来的只能是无情的嘲讽。随后大哥将一沓钱摔在了他脸上。事后夫妻俩彼此都知道，他们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面对彻底破碎的生活，最终两人合计在三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因缺乏证据，这起案件在当时只被定为普通的自杀案。李红旗看着眼前的马哥，他决定与这个嚣张的男人正面交锋，并告诉他最好不要犯法，否则自己第一个抓他。一周后，李红旗经过一轮调查后发现，马强这个人身份虽不清楚，但他为人大方并且好交朋友，也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特别好色。而且在调查中，李红旗也听说之前有不少女人进出过马强的私人会所，但他们后来全都否认了。就在调查陷入瓶颈时，李红旗却意外地发现小优竟然是维内斯会所的女招待，于是红旗决定从她开始着手调查。红旗告诉小优几个月前夫妇跳楼的事，希望她能帮助自己，但小优犹豫片刻后还是离开了。几天后，小优从一辆高级的奔驰车中走出来，却意外地看到马强和他的女伴。看着马强利用毒品控制女人，小优又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她决定帮助李红旗。正要拨通电话时，却被马强的小弟看见。马强得知后害怕东窗事发，便迅速让手下把女孩们都转移至秘密大楼。他在临走前还交给了十八一个任务，那就是杀了红旗。当天晚上，警方开始了猎物捕捉行动，他们通过监控录像发现有三辆大巴车行迹可疑，警方随即展开三路进行追踪。与此同时，另一边红旗和十八意外地撞见了，十八想让红旗不要插手这件事，李红旗则希望十八赶紧收手，不要再继续犯罪。随后两人便厮打在一起。就在两人打得火热的时候，十八接到一个人的电话，在十八和那人简单的交流后，红旗得知了秘密大楼的地点，随后决定独自潜入。而这个秘密大楼实际上是一个直播房，只要是被马强控制的女人都会被带到这里拍摄不良视频，然后销往海外。与此同时，警车里的十八看着女警放下警惕，直接打晕女警，并及时通知了外面的接应人。在得到信息后，镇三江的人让小优打电话给李红旗，逼他出现，可小优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背叛红旗。但可恶的歹徒以其他无辜女孩的命作为筹码，小优无奈地选择了妥协，他拨打了电话。随后李红旗赶到现场解救了正在受虐待的女孩后，随后马强的手下也出现了，并嚣张地对李红旗放话，
今天是自己送上门来的，这就怨不得别人了。随后一打六的好戏开演了，只见李红旗一记旋风脚，为首的男人彻底 BBQ 了。当李红旗看到平安无事的小优后，安慰着他说，这不是你的错。马强的左膀右臂郑三江和红姐相继被捕入狱，但两人说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做的。经调查后发现，马强的确不是会所的法定代表人，这导致警方没有权限逮捕马强，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开始广泛的报道当地黑暗势力的大佬相继被铲除的消息。老百姓看到地头蛇镇三江被捕的消息，简直大快人心。同时警局这边也收到了几百条检举信息，这其中就有一份至关重要的视频是关于跳楼女孩生前遭受到马强的侵犯。与此同时，另一边马强得知东窗事发了，连夜打点好一切准备逃往国外。临走前他还威胁十八，要是十八可以现在去干掉李红旗，说不准可以和自己一起走，否则待在这里就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天一早，十八便来到自杀夫妻生前的住处，打开煤气罐准备引诱李红旗来个瓮中捉鳖。没过多久，李红旗果真就来了。此时的十八只需要一点火，便可以跟着马强去国外逍遥自在。可就当他准备点火的瞬间，他想起了儿时与李红旗一起玩闹的日子，他最终还是没有下手。返回后他告诉马强事情没办妥，还没等十八说完就被马强击倒在地。只是此时的马强并没有看到，十八手中的电话早已经拨通，而他们之前的对话早已让李红旗听了个明白。几个小时后，当马强准备登船离开中国时，李红旗却出现了，并对他说，自己之前已经警告过了，如果他犯法自己第一个抓。而马强却试图以金钱来收买李红旗，只不过这次他是真的找错人了。看着李红旗软硬不吃，马强只好来硬的，先是让小弟一哄而上，随后自己亲自动手，大战一触即发。经过了一场殊死搏斗后，李红旗以一记右勾拳艰难地战胜了马强。随后刑警队破门而入，铐住了马强，结束了他的犯罪生涯。与此同时，李红旗远远走来，他没有一丝的喜悦，因为他知道马强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犯罪需要他去揭露，更多的正义需要他去捍卫，为这座城市，为316万公民，还需要他继续为正义而战。你这个地盘给也好不给也好，我们是要定了，不服气的话大家就摆出来看。韩庆山曾是国民党将领，1949国民党战败后，他带领部下突出重围，搭上了出海的渔船。不幸的是，渔船在海上迷失了方向，他们本来就物资匮乏，漂泊了一个月后，别说吃饭，连喝水都成了问题。就在众人绝望时，他们跟香港通信中心取得了联系，最终来到香港。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中华民国第四集团85军现在解散。把部下平安带离大陆是韩庆山的使命，如今使命完成，他想要自杀。危急时刻，大壮将他拦了下来。香港虽然收留了他们，但并没有接纳他们，把他们视为政治难民，送到了荒无人烟的吊井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韩庆山带着部下帮人抬棺材挣钱。小健是东家请来的职业孝子，为人狡猾，擅长临场加价，东家给5毛他就边走边跳，给5块他就大声嚎叫，给30他才真情流露。突然小健看到了坐在路边擦鞋的福爷，福爷是当地探长，有权有势，想要在这一块立足必须先讨好他。胖子，我们抬棺材的钱你收了没有？还没抬上山怎么收啊？你别傻了，老广靠不住的。炮哥觉得介绍人不靠谱，于是带着胖子找管事的人要钱。管事的知道他们是外地人，故意欺负他们，原本说好20，最后只给15。就这样一群人当街打了起来。炮哥等人身为军人，身手自然不用说，那些普通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满地找牙。混乱中有人不小心撞翻了棺材，尸体直接滚了出来，还被胖子抓住胖揍了一顿。佛爷，你看他们打架你都不管啊？对不起啊，我现在下班了，要等值班的来处理。老广听出了佛爷的言外之意，拉着东家来到佛爷面前，让东家将随身带的钱全部掏了出来。见他们如此识时务，佛爷非常满意，立马带着手下上前制止。我是这里的便衣队长高富球，对呀，把枪放下然后交给我，我就会忘了你们抢枪的事情。听到福爷的身份，韩庆山把枪交了出去。什么地方来的？打仗没打死的军人。原来是外地人啊。知道韩庆山是军人，福爷没有为难他。这天黑帮老大乌鸦把福爷约了出来，他要跟一位泰国人谈面粉生意，让福爷过来做见证人。三人正聊着，老范这时走了过来。
乌鸦跟老范之间有过节，所以看见老范过来，乌鸦非常不爽，见他想要抢生意，直接出言嘲讽。直到今天餐厅满员，乌鸦故意嘲笑老范连坐的位置都没有，结果话音刚落，几个服务员抬着桌子走了过来。范姐，桌子只能摆在舞台边上，您不介意吧？听完经理汇报，老范淡定起身，看着老范神气的样子，乌鸦更加生气。他吩咐小弟找老板把老范的位置撤掉，结果老板告诉小弟不可以。他说范先已经买下这家夜总会。乌鸦本想给老范难看，结果没想到反被老范将了一军。另一边，胖子等人正在修理房屋，小健跟他的姐姐大美吆喝着走了进来。他们称自己是少林弟子，手里有秘制狗皮膏药，只要贴上就能药到病除。为了吸引人气，小健准备表演吞火炭。胖子认出了小健的身份，于是故意带着炮哥站出来捣乱。我不信你能把炭吞下去，你不信是吧？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小健真的把火炭吞了下去。炮哥觉得小健在骗人，亲自动手尝试，结果被火炭烫了一下。那块炭是假的，那是用番薯皮做的。听到大壮的话，胖子信誓旦旦地走了上去，要跟小健比试。小健应了下来，他率先夹起了一块煤炭，大美紧随其后。为了证明我们两姐弟功夫是真的，我就陪你一起吃。就在胖子不知所措时，韩静山走了过来。身为一个作战丰富的老兵，他自然看出了姐弟俩的把戏，一招声东击西，把大美手中的木炭吃了下去。这炭蛮好吃的啊，吃一吃啊，以后不要再骗我的弟兄。韩静山话落，一群学生走了过来。他们是另一党派的支持者，不仅在韩静山等人面前炫耀，还附带表演国民党跪地求饶的节目，看得胖子等人火冒三丈，最后打了起来。小健原本站在梯子上看热闹，却不料有人撞翻了梯子，让他被迫加入其中。韩静山想要制止，但没有人听他的。他们自从来到香港，处处受人排挤，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发泄出来。小健失去了战斗力，被四个学生抓了起来。好在这时大美赶来，将他从学生手中救了进来。摆脱困境后，小健又开始嘚瑟，引得一群人追着他打，最后被人狠狠教训了一顿。事后韩静山找到杨主任，把大伙儿在香港受到的委屈全部说了出来。什么时候可以送他们去台湾呢？杨主任表示没办法确定，一切需要听上面的安排。听到杨主任的话，韩静山非常生气。就在这时，老范走了过来，把韩静山拉到了里间。国防部已经批下来了，决定不接你们去台湾。韩静山不相信，老范就把接他们回去的弊端全部说了一遍。见韩静山信了，杨主任立马站出来帮腔，让韩静山等人帮老范做事。老范表示，只要韩静山愿意带着部下帮他，他愿意每个月出15000补贴难民的生活。正说着，手下敲门走了进来，说外面有人找老范。老范走了出去，杨主任把老范的身份讲了一遍，苦口婆心地劝说韩静山归顺老范。正说着，老范进来告诉他们要出去一趟。等老范出去后，韩静山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儿，立马冲了出去。见车子想走，他纵身一跃跳上车顶，打碎车窗玻璃，阻止司机前进。司机见状慌了神儿，一路开车猛撞，一不小心冲进了集市，撞到了摊子上。车子停稳后，韩静山立马冲了过去。这时大壮也赶了过来，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最终将绑匪全部解决。经过调查，他们确定了绑匪的身份是当地最大黑帮红帮的小弟。于是老范带着韩静山等人杀到了红帮，找红帮的老大红爷要个说法。红爷为人直爽，不喜欢拐弯抹角，直接问老范来意。老范不确定今天的事情就是红叶所为，没敢直接提，而是跟红叶说起了青帮的历史。曾经辉煌的青帮如今落到了这步田地，他想东山再起，所以请红叶高抬贵手，给他留一块栖身之地。说完，老范想要敬茶，被红叶拦了下来。你们青帮200多年来背叛洪门，自立山头，不反清而安清，不忠不义。红叶正说着，韩静山站出来将他打断，把今天老范被人暗算的事情说了出来。红叶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待他查清楚一定会给老范一个交代。但桥归桥，路归路，青帮想在这儿开码头，他绝对不会答应。你这个地盘给也好不给也好，我们是要定的。
见韩静山如此狂妄，一旁的小弟看不下去，想要动手，被红叶拦了下去。红叶决定跟他们打擂台，三轮比试，如果他们赢了，地盘随他们挑；如果输了，直接滚出香港。比试开始，第二回合用香烫自己，对方选中了小胖。见小胖下不去手，韩静山上去帮他，拿着香朝胖子的腋下戳了过去。这局是平手，前两场全听你们的，这场也该轮到我做主了。因为前两场是平手，所以这局韩静山必须拿下。他直接玩得很，赌命。红叶的儿子一开始不知道韩静山要玩什么，勇敢地站了出来。听到韩静山要玩赌命后，父子俩慌了。红叶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敢拿他的命赌，直接认输。救下儿子后，红叶想要反悔，韩静山直接拿着炸弹冲了上去，逼迫红叶同意。第二天，韩静山让人把村医请过来给胖子看病。村医看不上当兵的，边治疗边吐槽：难怪人家说啊，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治你们这些窝囊废啊。听到村医的话，炮哥非常不满，跟村医吵了起来。村医年轻时也是个练家子，知道炮哥是军人，嚣张的要跟炮哥比试一下。炮哥看不惯村医高傲的样子，下手没有留情，几下便将村医打倒。为了表示歉意，韩庆山亲自送村医回家。路上两人边走边聊：哎，老伯，你有没有女徒弟？没有。韩庆山想起了大美，混战那天他不小心摸了大美，想要道歉，但不知道大美的住所。把村医放下后，韩静山转头一看，看到了墙上的合照。老伯，你不说没有女徒弟吗？那是我女儿。一听大美是村医的女儿，韩静山立马吓得转身就走，跟进门的大美撞了个正着。哦，原来是你呀！上次在树林里弄得我又痛又淤血，你还敢乱来啊？大美的话让村医误会了，村医以为韩静山欺负了女儿，提刀就砍。韩静山不敢还手，只能狼狈躲闪，趁村医不注意赶紧跑了出去。从红叶手里拿到地盘后，老范开了一家酱油厂，表面上做正经生意，暗地里偷偷生产毒品。知道韩静山为人耿直，老范没有告诉他真相，把他蒙在鼓里。福业知道了老范背地里干的事情，于是想要趁机捞一把。老范也懂人情世故，直接在送福业的酱油里放了几根金条。其实福业此次来的目的不是要钱，而是想要入股。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老范自然不想跟别人分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好了，你们外地人说过，咱们以后走着瞧。这天，小健带着大美找到韩静山，他从邻居口中听到了二人的闲言碎语，于是想找韩静山问个清楚。韩静山是个糙汉子，说话直，为了不让村民继续说闲话，他把周围的人都叫了过来，澄清二人的关系。看到韩静山的做法，小健非常满意，跑到大美的面前邀功。大美一巴掌打了过去。下午众人为大壮举行送别仪式，大壮跟妻子感情很好，整天书信往来。韩静山见两人如此思念，就让老范帮忙给大壮办了落台证，大壮准备今天离开。就在众人争先恐后的让大壮往家里带东西时，大壮妻子的信又寄了过来。胖子把信抢了过去，想看看妻子给大壮写了什么情话，结果读到一半时傻眼了，原来大壮的妻子已经有了新欢，之前没敢告诉大壮，如今知道大壮要回来，这才把真相说了出来。妻子是大壮的精神支柱，他这些年来拼命地活着，就是为了回去跟妻子好好生活。他接受不了妻子变心，于是选择自杀。等韩静山发现时，大壮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老范得罪了福业，福业自然不肯罢休，一把火烧了工厂。第二天，韩静山到工厂检查起火原因，意外发现了面粉残渣，得知老范一直在偷偷贩毒。韩静山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带着人杀到赌场。看到毒品，韩静山想通了一切，知道老范一直在利用他，他决定跟老范分道扬镳。我要留在这里帮范老板做事。魏三炮，你疯了！韩静山没想到炮哥会留下，但他也没有拦着，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回去后，韩静山把老范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大家。行政院绝对不会批准我们到台湾去的，希望大家面对现实。说完，韩静山直接离开。另一边，乌鸦找人准备干掉老范。韩静山撤出后，老范开始跟着福业联手，两人抢了乌鸦的货。乌鸦准备反抗，随后小弟把炮哥带了过来。乌鸦没给炮哥说话的机会，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要跟老范死磕到底。范老板也是这么想，所以特地派我来。
涛哥买通了乌鸦的大将，他早就受够了乌鸦，准备将乌鸦干掉。但他这矮小的身材怎么会是乌鸦的对手？被乌鸦一刀捅死。乌鸦逃过了手下的袭击，但没逃过炮哥的算计。炮哥骗他打光了枪里的子弹，最后轻松将他解决掉。乌鸦死后，老范一人独大，他把所有的心思放到了生意上，开始敷衍台湾。因此台湾派人来找英国人要个说法，英国人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想要耍赖。幸好他们准备充足，提前收集了证据。据我所知，高探长跟他的关系就很密切。没错，我跟他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情报来对付他。为了保护自己，福爷只能过河拆桥。这天老范开香堂立堂口，福爷接到消息后赶了过来。炮哥以为福爷又是来要钱的，想要用钱解决，怎料福爷直接掏枪将他干掉。我是个正义的警察，你走私贩毒还在这搞黑社会活动，我现在要为正义来抓你。说完，福爷直接下令将人全部带了回去。与此同时，台湾代表找到韩庆山，让他带人将老范救出来，然后引渡回台湾。因为大陆人的联络方式只有老范知道，在韩庆山犹豫不决时，难民们冲了进来，他们请求韩庆山同意，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回台湾的机会。在众人的请求下，韩庆山被迫同意，他重整部队，挖出了之前埋藏的武器。另一边，福爷押着老范来到香港边界，前面就是香港领土以外地方，你自己走过去了。福爷没打算放过老范，等他爬过边界围栏后，命令手下开枪射杀。两队人前后夹击，老范被逼得无路可逃。危急时刻，韩庆山带人赶了过来，接到老范，韩庆山立马带着他撤退。两人开车一路横冲直撞，最后跑了出来。突然，一群军人拿枪出现在他们眼前。就在两人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小健晃晃悠悠地出现在他们面前。随着小健的出现，影片进入了尾声。最后，老范被引渡回台湾，韩庆山则留在香港，跟大美过起了幸福生活。